第四章开始爆虫了，可以更长，是吗？因为爆虫了。Sacrificial lamb. Our most sacred body begins now. When day breaks, you two will join our covenant to share in my holy blessing forever. 喂。对啊，还在初见一周目力。船漏水了，大哥，不太对劲。我操，这船还能开？开着开着开着，这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了。你有鱼哎，是鱼。我真的成了。Do you read me? Condor One, you've been radio silent for 3 hours. Are you all right? Yeah, I'm fine. Won't let it happen again. And the church? I'm still looking for whatever key I need. Copy that. I'm glad you're okay. Roost out. 第四章，这个船有没有替代品？我操，怎么？地图已更新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、oh, ，shit， 那么大一个。等一下，这，哦、oh, ，我他妈不认识了，怎么回事儿？这是，这儿又是啥地方？湖畔聚落啊，聚落呗，还可以开回去的吧？应该，大概我猜。这个船，这不是出事了吗？这不沉了，终究还是沉了呀。哦，是那个警官的帽子，获得文件，帽子也是文件。这里开始会爆虫了吧？应该是。爆虫，我们想办法一发狙给他干了，破片手雷拿不下，一发手枪子弹。哎哎，这不拿下了吗？逐渐开始拿不下东西了。哎，我在想，这还能暗杀吗？这看上去好像不能暗杀了。一个火药，真够意思。其实我现在零件一大堆，但是火药很少，所以说合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往那个就是。多耗点零件，少耗点火药的方向，比如说冲锋枪子弹和手枪子弹，但是呵呵很可惜，合不了。这个手枪子弹也太多了，现在有点多，5个合成闪光弹也不错，是吧？两个虫的话，就果断用闪光弹。那边有声音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哎，这不绕过来了？那我不是那俩没杀，那是不是还得杀一下？还是说那俩杀不杀无所谓？回去杀一下吧，虽然感觉他是必定报仇的，是有点亏呀、啊。取消燃烧弹是想村长想多活点时间，你们都5颗燃烧弹杀村长，这样不好。村长值得更多次戏份。阿维萨，有一点点补给。他们居然在前面，所以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筒子吗？我怎么感觉立体声环绕，在走到哪儿都是这俩人，应该是在左边的某个地方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位置，听不太清楚。后面那个喷子真好用，打击者吗？独幽冥打击者。还得是，Holy shit！我红了，就在一瞬间。What the fuck？我也想说这句话。尴尬了，怎么样云一下？哎，这样云一下，格子危机了。哦，我的手柄上面的指示灯已经红颜色了。这个适配还做得挺好，确实挺好，而且我的手柄能感到心跳震动，就是里昂红血的时候，我的手柄在蹦动蹦动蹦动。又是交任务，我已经交掉了。四条蛇，后面还有吗？没有我就吃了，我操！啊，后面还有吗？还有蛇吗？没有的话我就吃掉了。还是吃一个这个大补丸。现在的这个血量吃大补丸其实比较划算，是不是？还是说大补丸留到后面黄草多了以后，这个红绿总是能补满，这样的话上限高的时候再吃红绿比较划算。那就吃蛇吧，既然大家都看蛇不爽。Snake，屏幕别老红！我操，你以为我想？你以为我想？我操！他自己红的好吗？打腿不出硬直，谁说的？会出单膝下跪的硬直，然后可以背摔的。老习惯不吃娃哈哈，是因为娃哈哈它影响评价，知道吗？如果不影响评价，你就可以随便吃了呀。我娃哈哈反正碰到就吃，碰到就吃，先吃娃哈哈。
哎，操，什么东西？我去，这哪儿？新场景，不认识的地方。进去，我操，四个教徒，打扰了，出来。Some kind of shrine. Shrine，这什么东西？Same mark from the church. 这是什么？好多手，意思就是小心扒手。这应该是放这个吗？不是，呵呵，不是，看着不太像。Is this the key? 要放两样东西在上面，然后把中间那个教堂钥匙拿走，拿下来，是吧？血魂洗牌手，就，哎，这个地方的场景做的我觉得还挺好的。It's the lake. 这不是湖吗？对啊，里面有个娃娃鱼啊。怎么了？啊？湖中间沉船有宝藏？天哪！藏宝，哦，so，然后呢？调查两处标记点。哦，我都没看懂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他是说那个湖中间有这两个蛋是吗？让他左右拖两个蛋，中间的钥匙就可以拿走了。去湖中心拿红酒，好，有船了，咱们去这次有船了，这什么地方？破产宝藏，壁画标记点。啊，标记的是这个吗？哎，不是这个吗？好，行，都行，都行。那你觉得红酒我现在还拿得下吗？我觉得有点拿不太下来。金壳鸡蛋，出售一个金壳鸡蛋。哇哦，这个得看脸嘞，这不是鸡蛋，我那催他鸡，我催他一下，他也不会下的。神龛的钥匙哦，这样的话神龛就可以开了，是吗？手枪挑一把，肯定先挑红酒啊，他们说红酒不太行了，用用看，行不行？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啥的。有一个岛上有，上海有一对鸡，这样的。卧槽！我去，这个手柄真爽啊！湖那儿也有金蛋固定的，这样的。不是这个手柄开船实在太爽了，PS5 的手柄开船实在太爽，它的这个阻尼感做的特别好，比那个手枪扳机做的还好。我操，爽哎！这什么地方？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商人那儿，上锁抽屉，神龛不在这儿。嗯，我现在红酒有点拿不下了，怎么办呢？把手枪打完，然后把它卖掉，这样好不好？4小时续航，对，你说的也对。不过我现在满电打到现在还有2格，你们看下午直播到现在也3个多小时嘞，有吗？好像有了，是吧？这什么地方？上锁的宝藏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吧？藏宝，走，去湖里。这什么地方？啊，这是刚才，我去，这个还下雨了，你别这样。我想起大锅湖吊针事件。这是能上来的吗？哎呀，这是养鸡场啊！
白带。Holy shit！ 这，我操，没蛋就来这儿补是这意思吗 ？Oh shit！ 金壳鸡蛋。原来如此。就是说，嗯，你过来捡这几个白蛋，金蛋位置是固定的，但是其他蛋就看脸了，是吧？你等一会儿，也许就它又下了，也很难说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鸡好惨，它不进笼子吗？这大雨天在外头。这个茶色的鸡下茶蛋吗？还是说白色的鸡下白蛋？我操，还有公鸡呢，这不是公鸡吗？公鸡你会下吗？下一个给我看看。这怎么都是公鸡？这是公鸡，这是母鸡吗？这个茶色的，这个是母鸡，还挺明显的。但这俩白的好像是公鸡。我看这个白的是什么？啊，这个白的是母鸡。我是一共五只鸡，他们三只是公鸡。那下蛋几率应该还挺低的吧？鸡蛋有什么用？鸡蛋卖钱，回血。不是他的活儿，他也要干。是，这什么东西？壁画标记点。哦，是这两个点有东西拿是吗？湖畔聚落是什么东西啊？要去探索一下，还是回去先把蛋卖了？这个你别说，还挺自由的。咱们去这个船中间、湖中间看一下这个。这个船上有点啥？这船现在 HP 都没有了。这个是啥？前面有一个宝藏哎。这宝藏不要了吗？哎，怎么刷出来一个桶子？湖上 RPG 没有，那是生化物，别串场。压力山大石，手枪子弹要没了，要那啥了，拿不下了。就这个里头吧，红酒，可惜你看看我这个样子，拿得下吗？不是药没有格子，是已经没有格子了。找商人消费一下。把弩存了吧，存哪儿去？这游戏还有储物箱吗？没事，你把枪先留着。后面再说，咱不着急。有吗？打字机这样，那打字机可以吗？是吗？那个我以为是特点武器，只能拿出来，不能放回去。和哇咔咔。弩箭存不了，弩可以。哦，这样的。灰烬之门，这什么地方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现在能来的地方吗？哇咔咔都能存。人还挺多。啊，上来就直接发现了吗？我
我上船，我跑了。这我来过了，这样的。他们回去了。我啥时候来过了？开船来的，灌路易斯的地方。那我怎么会漏掉那么多宝藏呢？农场，然后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如此。那怎么又刷新了呢？是新场景，但又不完全是。鸡蛋问题是他只吃一个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得吃好几个。哎，开一下，确实这基本上是新场景了。怎么样把它叠进去呢？怎么样把东西叠进去呢？白蛋倒是可以吃一个，然后还要再组合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双黄蛋，组合掉一个散弹枪子弹吧。把弩存掉，我那没地方存，我要有地方存，至于这样，弩不存，弩暗杀有用的。散弹子弹。合一个，六发，步枪七发，点一下弩的菜单，可以吗？送入储物箱啊，可以这样吗？卧槽！这远程还可以送的呀，那也太离谱了，怎么远程可以送呢？这是什么原理啊？隔空取物，这什么原理？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不懂啊。这直接交给了 Sam 布里吉斯，这太离谱了吧，这怎么改成这个样子的？这游戏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？我想不通了。桑从地里钻出来的吗？
把弩存掉。那我刚才不应该把那把卖掉，我还想着没地方放了，我把那把木头散弹卖了，结果好了，完蛋了，现在还买得回来吗？我操，我把那个木头散弹卖了，把弩存掉。现在尴尬，拿了个弩箭，不知道干嘛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原理？莫名其妙的。好，这边又是上锁的抽屉，但是这个神龛应该是可以开了，因为现在有神龛钥匙。这是什么桶？这是没用的桶。我的关键物品怎么那个老钥匙已经打勾了呀？只能卖掉了，已经。商人快递。啊，这个房间不用来了是吧？哎，还有东西，藏宝，路易斯的那个房间嘛，这没有滴滴滴了，滴滴滴已经被卸掉了，看过了，不会有人给我补子弹吧？啊，上次摸过的应该也都那都没有了。老人的日记，宝贝女儿生了个儿子。哦，就是那个路易斯的老爹吗？我操，把人家死人的这个遗物拿走了，真的好吗？这是不太记得这个门是啥门来着？为什么开不了？这是神龛农场，后面再回去吧，先把这个拿走就走了。耶，我是绕了一圈，啊，没有绕一圈，是这儿出去。从 Saddler 的那个，哦，我好像这个地方有印象，好多捕兽夹子的地方，我终于想起来，然后好多扔爆竹的，耶，怎么又有这个啥了？又有委托了？我操，步枪的子弹也是刚刚好，再多拿一点就那啥了。大鱼，出售一条大鲈鱼，参考图片，好吧。这谁？是个死人吗？有个宝藏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啊，这儿。是个尖晶石啊！我操，珍贵。在沉船那个外面。
啊，操，这人不会复活吧？这是哪儿？Oh my god！村中甚至连地图都没有标的地方是？小钥匙，小钥匙应该是够开所有的这个上锁的门的吧？哪儿呢？在左边。是不是很远啊？下雨的，我去听不太清楚。可能在树上或者某个地方。等一会儿，我先看看别的地方。这什么？完蛋！哎，绿草。这妈的，谁设计的？啊？怎么样才能？哦，找到，在地上。你不知道这个祭坛有啥用啊？有用，跟你说，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。这不就是，是不是一开始那个？算了，我不仔细看，万一被超管掐掉就不太好了。这个人掉在这儿，很明显就是下一个，可惜没等到他就死了。咦？就打个人偶，拿个钥匙。对呀，这钥匙不也很重要？哎，火药？哪尼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哪儿火药？哦，还真有火药。好了，现在真的拿不下了，各种拿不下。我觉得有狗子的声音。上锁的抽屉，他现在，哎，这不是刚好用掉？他现在这个，怎么说，做的。这会不会是那个爆虫的狗啊？哦，shit，是爆虫的狗，这他妈哪是狗，这已经是狼了。好了，该吃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先吃白的呗，还是先吃蛇？蛇应该不会再卖了。我操！哎呀，蛇任务交了已经。Holy shit！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凶残。
但吃掉收益高，这样的。我刚才那个火药的啊，没捡。这把喷子容弹量确实是个问题。我操！不让你上去，妈的不让你上去！可以。不打也行，那怎么行？不能不打，要打。一开始就应该赏他一发狙。我操，这个地方我为了一把小钥匙真是拼了。耶，跟刚才不太一样。赶紧上，赶紧上！经典小刀守楼梯。我他妈的！这是沉了吗？这是还是狙靠谱？关键的时候，威力代表一切。狗呢？狗还有吗？狗好像没了。妈的，全掉了钱！我操！我操！压迫感好强。嗯，真痛啊！红酒没拿，是没拿，这不回去拿吗？被打的已经找不着北了。不是往这儿走。是这个地方吗？这个地方有一个要钥匙开的那个。要钥匙开的那个门。抽屉。是个啥呢？哦哟。简单粗暴是吧？这个生化4它没有以前生化0、生化1重置不是有一个，
就是你这个地方东西搜刮完了，它就会一个地图会用另外一种颜色显示。强迫症特别喜欢这样的设定。我操，死了2次啊，3次，真痛！上锁的藏宝，这个也拿不了啊。上锁的抽屉，商人，要找一下商人吗？还是去继续去这个地方摸一下？东西太多，拿不了啊。区域的宝藏收集有提示。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哎呦，这个地方看上去人畜无害呀、啊！卖东西、抓鱼、拿红酒，对，有很多事情要干。这什么东西？三个蛇蛇。这好像以前有个商人呢，这个场景。他这个灯怎么不是蓝色的？就说明商人不在家。这啥？按哪几个？看一下，找一下线索。一个是这个三条蛇，还有呢？嗯，就没了吗？就一个线索，不太对劲啊。啊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一个是一个像弓一样的东西。一般都要按3个按钮或者4个按钮吧，没有就2个吗？还有别的地方有藏的线索吗？嗯，这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2条鱼吗？1条鱼，试试看这3个。啊，一个是，哎，一个是这个，然后是这个，第三个看不懂啊。好像不是这其中任意一个，不是其中任意一个，这怎么办？随便猜一个。不是这个，再看一眼。排除法。我再看一眼，他画了个啥？这个到底是啥呀？操，这好像不是任意一个，一个都不是。上楼看，上楼能看见吗？上楼看到的跟这个不一样，挡住了原来。哦，是这个，哎，不对，那不多一个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第四个了，一竖一撇。还是说他要这样拼在一起看的？应该不用吧？哦，是这样啊，这样看，这是拼在一起看的。原来如此，是这个像梅花一样的东西，开不开？当然开不开。那我再看一眼最后这个是个啥？哦，是不是这个也要跟这个拼在一起？这俩也要拼在一起啊？啊？我看看有没有这拼在一起的，啊，首先这个是确定的，然后哦，这个跟这个拼在一起，那确实拼在一起了，然后刚才是三个叉的这个，OK，
解谜怎么变弱了啊？为什么我解谜以前很强吗？你看的怕不是我二周目游戏？亵渎者的头，你把人家头拿下干什么？我操，流血了！我干了什么？我不应该拿这个东西吧？这是，哦，就是放在那个手上那个关键道具是吧？懂了懂了，哎哎，哦，第三块拼图，行了。还有一个扩展宝藏是吗？哎，解谜是啥？不是穷举吗？啊，也不是不行。这说明什么？发挥不稳定了，是不是？发挥不稳定。还有一个宝藏是吧？还有在我这个背后，是个，哦，这个。它也是个红宝石。好嘞，完成了，废了几发子弹。这个地方算来过了。年龄大了。 OK 啊，蛋也确实吃了几个了，那差不多该回船屋啦，回商人那儿啦。咱这个扩展宝藏，这个洞窟里面人很多吗？要不要直接去了？对啊，主机版 PS5 的。这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捡鱼的地方。黑鲈鱼大爷，我操，噎个屁啊！六格。画质还可以，确实还可以。捡不下。去商人那儿卖了。主要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身上带了三发弩箭，这三发弩箭，它两发弩箭，它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弩枪里面的，给它塞进去的。刚才就是因为塞不进去，所以把那个弩枪给寄了。I've got some new items in stock. Welcome. I've got something new for you. 哦吼，可以买火箭筒了，还可以买这个了。All my wares are in tip-top. 弩箭雷啊！ I assure you. 可以，回购要1200，我他妈卖掉它才6000，回购要12000。坑还是你坑啊？可以增加物资大的掉落几率。这是什么东西 ？TMP 专用枪托，红宝石。啊，高倍率瞄准镜，步枪和部分自动武器上使用。这是哪把武器用的？连狙吗？这应该是连狙的。豪华面具。哦，还可以这样的。黄草。老式烟斗，这些都可以卖掉。金条10000块钱，真贵。紫星石，确保这个都是仅供出售的，不要这个卖掉奇怪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化妆舞会的东西。爽死了他。他这个是两发尖晶石换一个这个过来，嵌上宝石再卖给他，是吗？黄草要不要买一个呀？黄草这个流程当中捡的够不够？
物资大的掉落几率，物资大。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. It's a thing of beauty, isn't it? 新品优惠直接买，特价优惠这个呗，20%off。That cash in your pocket information is a commodity. 这个也是，这个应该没得优惠吧？新品，但是没有优惠，20000块钱。Why not try your hand at a new gun? 这个总不会打折吧？ But size ain't everything, am I right?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? 蝰蛇是2000一条。I'll buy. 看看，红蛋是1200，白蛋是1000。蛇确实补的比白蛋多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多一半，所以说把蛇卖掉更划算一点。红宝石有点多啊，是不是该把这个奢华面具给镶嵌一下卖掉了？这个金蛋卖掉，有那啥来着 ？This i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又是三个监听室。Will that be all then? 爽。打到哪儿了？湖里，晚上。打完湖主那个地方，刚过泥鱼龙嘛，是的，刚过泥鱼龙。再换成掉钱的吧，手枪子弹好像现在挺多的，暂时不缺。前期红草没啥用，双绿都溢出了，这样吧。等一下啊，我要干啥事来着？弩枪，弩箭雷来了，弩箭雷，哇哦！那这个弩箭雷和弩箭装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个啥是吗？是不同的容弹，它是不能塞进去的了。对，我要卖蛇，不是，我没有要卖蛇。雷狼龙幼体，再存回去，要不要存回去？我在想，如果身上带得下，为什么要存回去呢？现在又带了下，我觉得我又可以了。我，对啊，先去把鱼弄来，然后再把这把存了去换红酒，就存掉吧，就在这儿存掉。这个地雷我知道，它就是箱子里要么放一一组弩箭。他要么就放一组这个弩箭雷，反正你切射击的时候切换成弩箭雷的时候，这个弩箭就卸下来放在箱子里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弩箭其实意义不大，毛线，我弩箭意义超大，我他妈靠弩箭杀了一窝乌鸦，全是钱，非常划算。这样我的这个弹药粉也可以用出去了，弹药粉也可以用出去。好，不错不错，13发步枪子弹，10发散弹子弹，这样放。现在有点乱。现在这样应该能放下红酒了，弹药粉很缺紧，很紧缺。这样，我感觉我还好。
现在包包有点乱，但是先忍一忍，马上就可以了。鱼是六格嘛，对吧？没事儿，放得下来，直接左摇杆就行了。那不行，学徒，那不行，把这把枪松了。好，让我们去拿红酒，还要去插鱼，不是就一条鱼吗？我的任务是啥来着？不止一条鱼啊，为什么？帮我抓条大鱼，对啊，大鲈鱼嘛。我刚才抓到了，就是没捡上而已。这个已经完成了。把蛇卖了吧，不是那个，这样的。哦。能差的不止一条，那就卖一条蛇吧。靠岸的那个边门口啊，这样的。没事，去一下就知道了。手枪别收，手枪我要换红酒了。为什么不收？哎，我开的对不对？啊，对。鱼也可以加血，鱼占地方大，你们有病也用鱼加血，我不会用蛋加血了。鱼那么大的地方，默认就是登录了已经。好，红酒，让我们稍微理一下。这边再放一盒啥？慢慢规整起来。法宝，下午好。三格的有没有东西占三格？弩箭占三格吧，啊，这个大零件，来，哎，爽的，好。接下来的就是投掷物。
这边还差一点儿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个奇数，这样不太好。和一个子弹，不用不用，这个倒不用。可以和一组地雷枪的地雷弹，这倒是真的，是吧？我想一下。当你身上超过两组火药粉的时候，就差不多该合点东西了。至于合点啥，合组弩箭吗？有。后面用喷子好点，把白弹吃了。白弹这个有点影响这个观感，稍微有点，怎么出来一个异色的呢？四个红弹不好吗？这个有一个颜色不太协调。这红酒怎么才五发子弹？红酒是不是还有个枪托来着？红酒枪托现在还买不到啊？还是说拿刀拿着枪过去就能买了？吃了就不成对了。最好是那个鸡，它在下一个茶蛋就好了。要和蛇对齐，对呀、啊，那个鸡要是再下个红蛋就好了。看看弹药粉怎么合一下，用掉一个小的火药，小的零件。对，我等会儿上膛，先别急。哎呀，散弹枪是十发，这个是13发。散弹枪也不是很需要，要么弩箭雷，弩箭雷，但是我估计合了以后大概率是不会用的。先不合吧，先不合，先这样。我操，那么慢，那么慢。村长或者电锯姐妹花那里用弩箭雷是吗？啊，到时候再合呗，到时候再合，没关系。鱼是这儿是吗？我看看长什么样，是这条。大鲈鱼，不是这样，这不大鲈鱼吗？大鲈鱼啊，对呀，大鲈鱼。什么难度啊？Normal，Normal 难度。
该稍微伸一伸那个啥的。他是回复类药物，回复类的这个东西卖的都比较贵嘛，是吧？那我这个也是回复类啊，我可以使用，可以吃掉它。我操！等一下，大鲈鱼牛逼，它相当于一个黄草哎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小技巧，把大鲈鱼吃掉，而不是卖掉，可以当黄草用。Hello, stranger. Welcome. Ooh, what you buying? 1万块钱哦，爽！You're a real professional. 来个黄草，16个鉴定石了。物资大的掉落几率就是用来合成那个啥喽，弩箭和那个啥，弩箭和。和狙击枪子弹啊，是麦林估计也需要。嘿嘿嘿。哎，用掉3颗又送4颗。啊，已交换，他还在这儿。那我估计后面他格的会不够用，还有2格。我以为有交换掉的他就没了。不换瞄准镜，不换。我没有枪要用到这把瞄准镜。我已经有一个瞄准镜了，就是老狙有一个瞄准镜。威力15000。熔弹量8发，10发吧。装弹速度，熔弹量，比较，没什么比较的啊，可以这两把可以比较。装弹速度1.0，现在0.85。默认手枪装弹速度1.0，激光瞄准镜啊！哦，手枪那个我用不用手枪？我手枪不都存掉了，就用红酒了呀。再升一级，2.1，3万，太贵了，舍不得，有点舍不得。然后要升的是那个，是这个。这升一下威力，熔弹量要升一下。这3发也太夸张了。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.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. Dazzled, are you? Our craftsmanship demands no less. 12000，刚好26000。熔弹量要不要再升一发？4发。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. 对，我也觉得是。这个也是，这个要升一下，一下装2发很必要。We're starting to get an idea of your taste.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.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. 先升威力吧。是的，这把弹容量太低了。
time is money, mate. 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, stranger. 这把我很喜欢。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. You see. 主要是帅。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, friend. 30,000块钱。哎，怎么感觉涨价了？是每升一把枪的威力，它就涨一点吗？刚才好像每升那个这把枪也是15,000，那把枪也是15,000，然后我这时候再升这个红酒，它变成30,000。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？ 这个红宝石都7颗了，要不把它镶掉卖掉 ？Ruby's all rubbish. It makes no difference. The price, well, that's our choice to make. Come back any。还挺陡的。好了。巨人还没打，不过该吃饭了。还有一个小岛没探索，就是这个小岛的这个东西没探索，留着下回探索吧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就不是我了。Why not treason?